来到南投，是来到埔里，我的心境的要在人生的定位上面要换另外一个角度。如果说基隆是我的出生地，埔里就是我的重生地。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让你觉得感受到自己重生了？因为在我39岁那一年，刚好就在埔里呢遇上了我们台湾最大的地震921。哦，对对，那就是我们中部人辈子的一个惨痛，又是一种教诲的意义啊。这一趟呢会有很多感动的点，感恩的，感激的挂念与歉啊，就内心里面那个抱歉，无法说尽那一年的苦难跟灾祸，您身体的疼痛，希望随着这个光阴逝去，跟着我的脚步，希望看到我们节目的人可以从我们这个故事当中，大家一起从过去的绑住的那一条绳子，我们把它解开，我们勇敢的向前进，就好像我上次跟着你飞行伞这样子，因为那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解套。对对对。南投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重生，跟人生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。跟南投高中说声抱歉，打架闹事让同学受伤。你是发自内心的吗？对对对，是老师吗？老师，有了这些结跟这些状况，我们才能够成就更不一样的自己。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地方是第五庙，对我来说呢，在我的生命的宗教信仰当中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。曾经在我有一段时间呢，整个人过得非常绑得很紧的时候，长官就交代说要来这边九龙池，然后你在里面要走那个九龙阵，让它完全净化，净化你自己。那其实也是很多现在网美呢，会来的时候，网美也会，它有那种台把青瓦台的感觉，而且然后再加上它的地势啊，居高临下，然后俯瞰埔里，非常非常舒服。王美都来了，笑脸呢？出发吧！有，我上次有看，哦，有看，哦，真的哦，有看到，感动吗？有感动吗？有，嗯，妹妹跟你抱在一起那一次，哦，真的哦，哦，那是假的啦。两个人抱一下吧。来，别抱搞，别抱搞，好久没有抱了。我们一直最期待就是妹妹跟我们抱在一起，我们都没有动。妹妹跟我撞到，还撞到一起，撞到一起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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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还不能自己翻墙进去，不可以的，那个龙会生气，把你喷出来啊。所以它大部分时间是都会是像这样说，而且它是九龙八卦。你知道有一年我来拍外景，就走到跟龙柱这边，然后他说禁止携带宠物进庙，对对，我就被赶出来。不是，是因为也不知道那一天那个特殊的磁场，我就被黏住，黏在这根龙柱。贴在龙柱上面好舒服，清凉。还有句话叫做离苦得乐，本心清凉。那次再拿过来，不要给人家乱动东西。也都百年樟树，我看不止百年，不止哦。而且你会发现那边有一颗地球，对啊，因为地母是踩着地球的，它就是地球之母，太阳星君，红冲运。长官好，小顺来跟您参拜了。长官好，我们没有谈绝对的宗教，我们要谈那个绝对的善的能量，能量，对，那个炙热的感觉，大家一起吸收，然后那种像太阳温暖的感觉，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上看到。我跟你说，刚好在太阳行军旁边，它那个楼梯就是很多网美的地方哦，会拍照取景，我们也要当网帅啊。从这个角度，真的青瓦，然后还有风景都尽收眼底。对，哇，很像一个元宝。然后今天的这个云，哇，太棒了。
哇，这个平台视野也是最漂亮的地方是在这边。内心有依归的，可以虔诚的跪下来感受一下。你可以来看这个漂亮的建筑物，然后看看美丽的风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这里。其实它也是一种不一样的能量，也是很好。真的，非常的圆满。对啊，这个气势十足。哇，这个视角，哇，这个视角也是厉害的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再一张，来来，我来。哎，你有没有看看？这一片田，对，它不是稻子，它也不是牧草，它感觉好像很柔弱，站在那个地方，而且它都泡在水里耶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就是茭白笋，茭白笋啊，埔里名产之一的。跟待会我们要见的元哥的那种气质很相像，重生的力量，是吧？重生的力量。好，我们就相约在田里，俨然看起来像一位大老板。辛苦了。这个元哥呢，他是专门负责田里面的，那你是专门负责田埂上面的。哎，行事啊。刚刚为什么讲叫重生的力量？因为洪哥呢，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精彩的，而且他算是一个学者，他研究了很多学校。怎么说？因为一个高中念了很多所。哎呦喂啊！那洪哥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研究过什么学校？仁爱高农。仁爱高农。还有其他个。那你跟白云是不是同学？我跟温岚同学。跟温岚哦，苗可丽、罗时峰都是青年的。孔锵他们学长，还有埔里高中。啊，埔里高中，高中念三所，我只念两所，那他赢了。啊，我跑来南投念一个学期就离开了，因为那时候我喜欢练拳击，这个同学不喜欢我的拳击加跆拳道，那我只好再转别的地方。听说洪哥也不遑多让，我是自由搏击。你是自由搏击的哦，因为那是有社团嘛。对对对。那时候社团总有一个领导，听说那个领导也被你招呼过，他就拉一拉，我就顺便就给他去了。听说是训导主任是？另外一所是教官啊，是教官，这算是校好学校学。对对。后来有念到围墙比较高的地方吗？没，哎，有被救出来了。哦，有被救出来。我觉得我输给他，因为他换三所，换两所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转机，就是不管你选当初选择什么样的路，你只要愿意做一些改变，就是再出发的话，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它一定是过去的累积的种种，未来比过去更重要，因为永远大家都只看你的现在。过去就让它过去，觉得呢，洪哥的现在真的是最重要的重生力量啊，对，会让你看到整片的青翠。对，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对这个农。有这个兴趣，茭白笋是我们的产地。对，以前是据说就是茭白虎多农民啊吼，是想要改变伊的生长这块，所以怎啊用旧电费，咱即马哦，电费是，是是旧电费，啊个用井水，用温度来去控制，可以讲会使讲一年四季拢做茭白笋啊。我就是因为一年四季有遐多收了，我才想讲阿婆，我来。推广这咖啡树，啊来看有遐多讲一寡这农民，一寡出路口，卖讲干啦，加拍卖市场啦是啥？介绍较无遐稳定。嗯，刚开始你就还要种啊，因为你我看你讲头段米庄，你讲它顺产的啊？顺产。算我本身第一间学校读农的时阵啊，我有啦，真正有读啦。你有读？真正有读嘿。一寡农药啦、白糖海，咱是还阁看有。哦，概念片啦，嘿啦，咱看有啦。我就是多加阿官。来去讨论了，就由伊来去振作，一寡较不足的，伊嘛无可能伊真内行啦，你知无？伊会晓种，但是因为较专业的迄部分爱教你，真正顶会肯甲咱教。是，有的普通人是歹人教，但是咱一寡亲友拢真用心在甲咱教。一开始做这个，做事业就做顺的，一定会拄到一寡五四三的，对啊，无顺哦，迄牌举了真好哦。这无一定会赢钱啊！我一朋友举三 T 六哦，叫沙卡帕，是安怎？我歹叫，赢到，拍一个袂做囝，所以迄当阵嘛有拄到大家用歹布的对吧？真侪讲内底藏无光盖水的啊！你有咧修，但是咧修起来，人面咧较水，内底藏一挂有诶无诶？啊，即迄个时间经过偌久？你我两年拢无顺啦。阿尾啊，拄到阿元，阿元是，我去读
色素了，还是那个对不对？色素。啊，你高中那就是要读煞的对吧？啊，佮我安尼直接后来直接去读硕士。我到底听就讲啊，你安尼佮安尼舞类比赛，袂使，你这种经营方式袂使。嗯。哦。你知啊，拄迄当阵亚洲大学，有一个。嘛是农科的。迄当阵我是经管系的。嗯。对对对。读读的了后，全佮刷去小试试，因为我就是要吹讲。对对对。对。啊，但是我伫经管系的时阵，我学了足侪经营的。哦，经营的方式啊。哦。啊，我为迄当阵开始。就开始无同款啦，开始算观念啊，拢想法甲观念拢无同款。对，啊做法无同的时候，就较顺啦。今天我们要来感受一下。对啊，这生命也许有很多泥沼。对，咱要安那好，为泥沼当中走出一条光明大道。哦，装备都穿好了。好，我们要下水了哈，洪哥。伟哥，伟哥，你要等我一下。我扶着你，因为你知道里面很软哦。我的膝盖是两光的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好。哦。哇！不不不！哇！不不不！那个阿元哥，哎，他接下来怎么割？那个泥土很黏呐，你小心一点点。而且，我觉得这个绿藻还不错。你需要敷脸吗？哦，不用。这个是什么？浮萍。浮萍的。对，有养分吗？遮阳、隔热的效果。哦。我们的水温才有办法控制。所以这个浮萍是你们放进来的吗？我们养的啦。哦，养浮萍再来放，因为太阳照下才不会照到它的那个。那个肉，水底下，这是绿色的窗帘。原来如此啊！啊，对，哎呀，哎呀，家里如果太热的朋友，可以种一点窗帘。哎，阿元哥，你要教我们，到底怎样才挂？我们假白笋成熟与不成熟，看在这个关节，笋心会变圆，笋会成倒三角形。所以这一颗我们就是可以成熟，是成熟了。这一颗也是成熟，倒三角。两个木，我们那个节合起来已经全部在一起了，这就成熟了。这个就是成熟。像我这两个关节都已经有画一条线了，这样算成熟了吗？熟过头，熟过头了啊，坏掉了。但是手要下去哪里啊？来这里有刀。那你们拿要小心哦。好好好。笋拉45度，刀子是平行下去。平行。往回拉，嗯，这样就起来了。哦，哇，好漂亮哦。对啊，所以它叫美人腿是应该的。对对对，是是是是是。那它为什么都泡那么多水啊？小白笋它的成长环境就是需要水，然后美人腿就是白，对，要在水里面。它你没有在水里面，它是属于跟牧草同科的，它会变绿哦，绿色素会更多哦。好，我难怪我们刚在外面，他猜这个是牧草。对啊，等一下，我怎么不太能移动？不是我不想用，因为我越陷越深啊。你要脚哦，从后面哦，往脚往后拉哦，脚后跟往上拉哦。然后阿元哥，啊，这个要怎么样割它？哪里不要？我们一只脚白绳起来，把浮萍洗掉。嗯，这里这边不要。有一个白色的关节，再进来，它这个还是头，它的头，对，它会有一些凹陷下去，我们直接从这里砍掉，哎呦，哦，好白哦，好漂亮。反过来，对，一个我们的刀柄的长度，刀柄的长度，放在大腿，往外拉，哦，这样就完成了，这样就是一只完成的小白鼠。好，你割了好多了，割的时间有分吗？早上还是下午？全天候都可以割，45度，对不对？你的手抓这样抓，你这样抓，这样抓，这样推，往外推，推45度。好，但是你要先摸它到底多长啊？直的。对，啊，你下去感觉它会硬硬的在那里。硬硬的会不会是我的脚？不会啊，你的脚离很远的，不会是你的，应该是我的。还有很底吗？尽量往回慢慢拉，往回慢慢拉。你的手，另外一只手会有感觉。嗯嗯。啊。这样够深吗？够吗？够够哦，那个头在那边哦，好好好。但我割的是这里。喂，果然有受伤。好，你看，我刚刚奇怪，我摇一摇它起来了啊，但是我发现我割的是这里。他说：“哎，很棒。”啊，这样给切掉呀。这个人生跨界哦。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外壳，外壳不要，外壳不掉，它可以留在那个田里面继续当肥料，洗一洗。对，
好，一个刀柄，嗯。这样子，对，哦，这样其实就可以直接吃了，是不是？等于可以直接吃。哎，啊，你那个刀子往下放，阿伯，放斜，15度，嗯，然后慢慢割，会痛要叫啊！哈哈哈，开玩笑。哎呦，旁边两个，这个可以拆掉吗？可以，这个先拆掉，对不对？就可以，比如看到它草，就直接放旁边，就当肥料是还是？哦，安内啦，安内吼。用刀诶，我的外人他在右手。哎，哦，但是你那根好像比较粗一点哦。嗯嗯，茭白笋一定会有粗跟细啊，跟人一样啊。对。夹，很夹，很夹，很夹。要先把壳剥掉，它那种细嫩，然后那种甜度，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埔里的水这么好，对，头比较粗，纤维比较粗，从细的那边吃过来。对对对，要不要沾什么东西？不用不用哈，不用，直接生吃很甜哦，所以整根都可以吃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啊，只是看你的牙口好不好，后面粗一点啊。无名吃的会有毒吗？不会的，不会，那就没关系。跟往事干杯！你看，很明显我就是比较大一点。好，哥哥。嗯，超级无敌甜，真的水梨耶。洪哥，你有自己经常吃吗？你事业做这么大，有啊。你要不要来一点？来，我们吃到会怕的。吃到会怕。你自己除了种之外，你还有做别工厂啊？是不是？对啊，可以加工。嗯，对，可以加工。可是你一开始不是赔了很多钱，怎么会这样子这么快就？就是因为赔了很多钱，所以不能再赔了，要逼我们自己成长。对啊。危机即是转机。听说你的故事也蛮精彩的。以前自己有田吗？你敢给进产？有，父母的时候有。嗯。啊，因为921之后土质改变。嗯。产生地热。嗯。使得茭白笋的原生种，变成不适应。种会再种，但是哦，伊袂笋来结量足少的。啊，袂水。哦，袂。量够少，所以你无看。啊，嘛好食。对。嗯。啊！你后来走去倒，过来去上班。嗯，啊，了拄到黄头家，因为伫伊个工厂上班，拄到头家。嗯，头家到尾啊，甲我讲，安尼嘛毋是办法无，咱来配合雷景。嗯，我们的知识不足，他可以补足我们的知识。那你中间过了多少时间？从921，后来才遇到林头家，十几年。这中间真是流离颠沛了。对，这个居无定所，流离颠沛。有什么条路去走啊？呢？对啊，看你爸爸这么恶吼，一定吃了不少苦。对啊，有钱要赚就爱赚啊。哎，恁头家真紧就变咱头家啊。嗯，虽然这摆是同事。嗯，好。OK， 还有什么交代？我来做啥？我来过来工厂。啊，你做工厂呀？对啊。嘿，咱家己顾，嘿，咱有工厂。是啊。哎，今天要来上班啊？哎，这个超好吃。超好吃，停不下来，烧起来。斜15度，会痛要叫啊！开玩笑，哎呦，你那根好像比较粗一点。嗯，很明显我就是比较大一点。好，哥哥。超甜，超级无敌甜，真的水梨耶。哦，嗯，就看到这间吼，哇，建筑物这大间啊，这大间啊嘞。啊，你是在家泡汤哟？无啦，嘿，爱浸笋啊，因为采收回来，它为了要保存，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泡，让它有保持水分，以后再拿起来才可以冷藏。啊，那为什么要养鱼？要养鱼，很多人都会问说，为什么我们要泡水，是泡药水？后来我就被问到懒得解释，懒得解释，我就甲饲足一种鱼仔类啊。我这里都有几啊种品种鱼仔，我拢甲饲饲咧。哎呦，会敢会食？比较有感情啊。哦，这算员工啊啦，员工未使食，员工哦，来那坐会。可以放，对，那边是冻库。
哎，接灵洞口，接灵洞口哟。老板说，湖里呢占了85%的产量，产量。对对对。现在进去看一下他们包装的过程嘛。我现在就等于把外皮这样给它拆掉，然后等于就是顺便可以挑选品质，嗯，还有分，比如说看哪一些比较大小这样，粗细，然后重量，一般人去的工厂，有人拢在听哪里哦，啊，佮兼唱歌，这拢无咧唱哦，就认真的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辛苦辛苦，各位姐姐好，辛苦了哈，对对对，嗯，接高水，啊，你都是在唱功，啊，你直接。食诺啊，是怪安怎？即怪穿细，啊加工雕，怪穿一届，怪怪水怪一洗，怪洗。啊去倒位洗安尼？哎，头家因阮咧，阮是来找头路。哦，阮是拢只只唔好。哦，好好，来来。啊，即摆只吼，即栽上来吼，就是因为咱这面顶阁有卡着皮啦，一挂只。哦。啊，那无洗安怎？无洗惊。无说人客骂啦，也算古品的烂鱼，对伊较无好。哦，对对，咱这拢是井水，哦，咱这井水拢上咸过，碱性水吼，诶，无，哦，咸盐过，咸盐啦，哦，咸啊水，你就是听有啊无？我听，刚刚有一句关键哦，真的，咱电视机头前的朋友，台语拢无啥通啊，古品台语安怎讲？他刚刚有讲，你有听到？白啊，是白，够白啊。个皮我就给你做够皮，不是皮皮皮，那个皮跟那个光啊杂质的洗掉，它里面的少一点物质，它腐烂的机会比较小。哦，原来，安尼个强强的好啊哟，而且安尼，但是有人会教，哦，专业，专业没有，专业小姐你好，请问这个要怎么洗才会干净？因为这个。一大把比较不好洗，所以我们像我们女生通常手比较小的，我们就会大概这样子抓一把，抓一把，这样子过个水，就是过水，后面那个浮萍冲掉，然后放到旁边这个篮子，这样比较可以。了解了，来，年轻人先来，来。哎，不，不用，不用，狼狼没事，不用潜水，啊，狼狼那无清气，安尼洗，这样够有法度。咱直接跳一捆了，跳了，哦，看鱼啊到底洗。那个头尾要看一下。你这是什么打法？哎，你那有放冲天炮？你看，你鬼拢乱去。喂，你这前面没有拿好，他就会。老板，这个来打工要付你钱吧？要付学费了。他够未少了，哎，今麦算了足贵哦。今麦算哎，这比赛开玩笑。哦，这个也有实价哟，今麦蛮多实价，所以。今麦差一公斤外口卖偌济安尼？哦，今麦一公斤拢百外。百。这都未少钱啊。安在不？哦，安尼漂。但是你顺序要放好，人家那个是有。有有有有。啊，是咪安尼坑后啊，都啊颠倒放了。对，因为它那个斜度已经出来了。对。接下来我们派刘淑娟小姐准备来。喂，很很贵。别再生孙了，感觉一下啦。哦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容易哦。没有。而且它帮笋子洗澡招啊。对啊。嗯。而且我们刚刚在田里都试吃过了。哎，这个超好吃。超好吃，停不下来，高甜。你有实验过不同的水种出来的？不同地方种出来就不一样，差很多。对，而且埔里这个不缺水，地下涌泉多啊。哎，快快！哈哈哈哈哈！好看没有？哎，快快！哎，稍微啊。拍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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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哦，拍摄，鬼拢清凉起来。你有发现它那个井水哈？嗯，它这个涌泉是涌进来，对，会把那个脏东西自然就流掉。对对对，它就是不用像是天然的 SPA 的感觉。哎，老板，哎，我来洗洗，带你到我们家堂家。有啦，你那你搁继续洗未啊？我来看一下。是啊，咱的速度上班啦。真假哦，是刚刚你安尼，是做慢的哦。啊，你莫跟我开杠啊！我不跟你开杠啊！好，来排队，排队，排队。你们吃东西之前呢，身体要干净。行行行，嗯，对对，来来来来来，进进进。感觉一下呢，湖里好水的甘甜。对对对，怎么这么湿啊？听说今天主厨也是我们洪哥的儿时玩伴哦，阿拉请哦，谢詹詹詹志强哦，男儿詹志强詹志强哦。
你好，你好，出国比赛有金牌，拢有金牌，金牌，金牛，金牛，出国比赛，到底呢要入水多久？按它煮呢再好吃。我拿回来的时候啊，把第一层剥掉就好，然后这里要把它留着，要留着。因为在烫的时候啊，你带壳的话，它在煮的时候，它的甜味才会锁在里面。然后我们在这烫的时候啊，水一定要滚，大要滚。对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盐巴下去，保它的颜色。待会很多姐姐妈妈们对，把那个洗澡水放盐巴了。那詹大厨，你平常主攻是哪一些料理？他的主攻应该是玄天上帝。我家里有拜玄天上帝。有。有感应到了，感应到了。我主要是做客家菜，所以我们今天好像看到这个菜色哈，它那个是我今年去比赛的冠军小炒，客家小炒，然后包在那个外面这一层是美人腿，上面还雕花呢。我刚才以为是吐司哎。所以是今年你去比赛的时候拿到的，今年去比东区冠军了。那也刚刚好，我们很习惯。第二名的都不吃，对，然后吃第一名，很好吃。因为一般客家小炒水分没那么多，但是美人腿的水分很多，哇，清脆那个甜味。而且他上一次比赛是用我的水煮。哦，好的食材，好的老板，好的师傅，那这个旁边呢？我把起司下去煎完以后，把里面卷入茭白笋跟剥皮辣椒。哦，它起司把它铺一铺变成一个饼，有没有？对，溶解了之后就变成一个圆形。哇，哎，好可爱啊！老板，谢谢。你这边无头路啊，你？哎，对，哎，然后有一部分我是有放剥皮辣椒，一部分是没有放。如果有放剥皮辣椒的话，它会解那个起司，其实带有一点牛奶的油味。多一点层次的香味。现在我在做另外一道料理，有点像沙拉的感觉。那沙拉，然后我这里有调一个百香果油醋酱，而且这个也是我们埔里在地名产。那你还有装一个，这个是？这个是烟熏鸡。鸡在哪里？我躲一下。机器的鸡脚。我的烟熏的部分，我还有加一个那个马告。马告哦，怎么会有那个味道？然后这个是我刚刚烫好的。哦，你们可以哦，已经烫过，它原味吃起来就很好吃。OK。哎，哇，那跟刚刚在田里面吃的那种完全大自然的清甜就不太一样。好嫩哦。那你觉得你在地人要让我们吃这个茭白笋，应该带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？应该用一个愉快的心情，因为这个是农民辛苦去栽种的，所以我会尽量用我的技能去把它发挥出来，推广出去，然后增加它的价值性。那很好吃呢，清脆度，它有点像白芦笋。真的哎，我们这切的时候切大块一点的关系，比较好夹，也比较有口感。那主厨这里有几根冰淇淋？冰淇淋就是它是用那个米下去蒸熟以后，再把它烘干。所以它也是用茭白笋下去，它就是那个棒棒腿，它上面沾那个粉。哇塞！这终于聪明了啊！这种吃法第一次。对啊，那我也是很爱吃的，到处吃的。所以你现在还有在餐厅里面工作？有，自己有两家餐厅。有两家餐厅啊！主要是做创意料理跟客家菜，另外一间是做川菜、湘菜跟客家菜。在埔里，在埔里。你刚用这个冰球是什么？这个是草莓口味跟柳丁口味的，直接吃。这是分子料理吧？对，这是分子料理。现在是草莓季，有点像果冻的感觉。那就是红哥要不要？红哥要不要？我要。你真的恶心了，好不好？没关系。好好吃哦，这应该小孩子很喜欢。其实现在料理就是小朋友喜欢吃的话是最好的。尽量把食材点轻化了，让更多人可以去接受。因为那个红哥说你们是儿时玩伴。对啊，因为你们儿时玩伴的话，玩的东西是一样的吗？没有，不一样。你有去念那个学校那个围墙比较高的？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是属于认真的那个学生。一毕业同学跟你切割呢。哎呀，哎，你们这样认识多久？三十多年，我没有那么年轻了。接下来我要把它做烟熏的动作。好，用什么样的东西熏？这个里面是苹果木跟马告，因为我本身山上还有种水果。什么都做哎。对啊，那这火点的，但有点像那个抽雪茄，有哦。哦，有没有？它里面的那个已经进去了，哇塞，香味哦。
这一道料理看起来有点强哎。其实有时候大家就常说，这个厨师跟魔术师是蛮像一样的。我现在烟熏大概一分钟就好，稍微让它上一个味道。味道主要的味道还是这个，这只是增加它的香气。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，来，一二三，哇哇哇！因为我想买一个大饼的，罩在，因为他头比较大，因为他喜欢玩沉香。啊，我想说弄点沉香，然后这样子。那个太纯了啦。太纯。接下来我把它淋这个，我们刚刚百香果油醋酱。甘甜的水果分子呢，一粒一粒的。对对对，总不得奖才怪。好，这边有一些坚果的，增加它的一些油脂。嗯哼哼。老板，你被用去了。我给你，我用枪嘛。色香味俱全。嗯，我刚误以为是烟熏鲑鱼啊。对，哇，它那个香味很强烈，把整个全部的东西都连接在一起。好吃，好吃。啊，太幸福了，这是一个幸福的城市。真的非常感恩，你爱土地，你爱美食，那大家因为你的爱呢，每天都品尝到那个分享。是是，没错，我爱你。啊啊！哎呦喂！哎，好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哎，那我们就往下一站出发了。整个埔里镇上体无完肤，有一整排的三楼就这样啪，整个铺在地上，满天的那个烟，那种半夜还看着整个火光，在整个这个上空。然后那个黄昏的直升机，你会觉得永远都很难忘怀当时的那一刻。来到埔里哈，对，真的呢要带你吃一个正港的宰地米，他从花花草草里面找到厉害的食材，所以他很喜欢拈花惹草。对对对对，你好你好，你看这位，他来自菲律宾的同学，你看他的头发，雷鬼雷鬼雷鬼 ，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来来来来来，大哥你好，老板你好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好，你好，真的十多年了哈，你越看越年轻哎，真的吗？假的假的，没有了，真的啦，真的。对，看到了没有？是这种食材你很少看到了吧？这个是牧草，那不就是一般牛羊在吃的？牛在吃的，但是品种不一样，是专门给人吃的牛。对对对对，不是的，跟专门给牛吃的人，不是的，是不一样的牛吃的。我们现在剥起来哈，这里面最嫩这一节啊哈，其实它叫牧草心，但是我们吃起来像笋啊，所以我们叫它牧草笋。你要把它这个壳给去掉，然后只取它的心，对对对，就搞干哎啦，对啊，就搞干哎。你看这个就是牧草里面最嫩的心。张大哥以前是军旅生涯是不是？哎，我父亲他们以前是空军，空军不是应该在虎尾吗？对对，他很早就退下了，从军旅到公务人员，所以我从小也是在类似那种眷村那种长大。这是我父亲，这是我父亲，那个是你吗？啊，这就我。啊，哎呦，那是好可爱哦。对啊，而且你们家的亲戚我都很会唱歌，都有出唱片的，对对对，出卡带，会弹古典吉他。我在这边有看到一个纸条，生活简单，乐天知命是。本周的中心德牧吗？人生的就是希望这样。哎，我就是常常提醒我自己，不要太过于偏向。哦，因为老板是不是之前也遇过很多？哦，当然，因为我们以前是台北人嘛，到了九族文化村那个鱼池乡那个地方，我们开垦经营农场，第一代养香鱼、鳟鱼，然后再来寻龙鱼，然后碰到九二一地震，那地震过后来这个镇上啊，我们就想到了做地方菜。九二一一定要把你。一生的前面的心血都已经报废了，上来到埔里找到这个店面，当时是怎么理出一个心情说决定要做这个词？在农场的时候地震嘛，一夕之间一篮鸡蛋都打破了，你不再重新出发，农场损失掉的那么多的东西，就没办法再生存了。因为我九二一我也在这个城镇里面，是啊，我们看到满天的直升机，对对对，酒厂整个爆炸，然后整个燃烧，我们看到那个烟真的是犹如人间炼狱的战场。你自己有没有曾经真的是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接下来怎么办？真的，人生最沮丧的时候，当时的心情怎么样？如果我今天这个不成功，大概就糟糕了，所以我一定要成功。然后刚好那时候九二一地震啊，哈，到处大家都很惨的时候，百废待举了，对对对，要从零开始，也没有人敢开业啊，我就提起胆子来，就开业了啊，没想到。
还我们的证明啊，大家大家支持你，还支持，哎对。虽然呢，大哥的眼睛呢，就像被芒草割到一样那么小，但是他生命的眼界却是无远佛界啊，跨就亏，跨就亏了。我自己曾经有一阵子时间到北京，长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工作，已经三十几岁，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开始觉得有一种东西叫做中年危机，每天的那一种。孤寂的感觉跟力不从心的感觉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。那个时候的整个环境没有给你这种希望，这应该有多大的勇气？46岁啊，要很有勇气。对，要不然体力什么都方面都不是。对对对，那个决心已经超乎想象。超乎，因为以前呢，我们唱片公司啊，别就转换，然后再换一间公司，每次都跟你讲从头开始。那现在如果再有人跟我说重新开始，我一巴掌给他，跪我呀，跟重新开始。你跟自己说的是什么？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虽然我的店这么小，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一定要把这个走到国际的舞台上。我那时候取的名字就很多，很特别的，很世界级的，四关长三层豆，我就要让人家吃了以后永远都记得谷里有一个这么的一个东西，独一无二。哎，结果我后来走了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之后，我这里面真的是联合国，有香港、澳门、新加坡，哇，欧洲的团真的是都来了，都哇塞哇塞，鼓掌一下，鼓掌。真的是感谢，所以今天你要吃一个重生餐。对。哇，看起来它的这个料理完全是不一样哦。哇，大哥，这是什么？梅子排骨。梅子排骨，对对对，来老板请坐，是是是，因为呢这山里面有那个梅子，也是在地产的，对对对，都是很下饭的。哎，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牧草，是不是？其实它是牧草心，它吃起来像笋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叫牧草笋。啊，其实它是牧草里面最嫩的心。很嫩，像笋子，但是它的后面的那个清脆那一块的时候，还是会有那种青草香。重点是在这上面的刺葱，它是原住民最传统的一种香料，对对对，但是也是我们埔里的一种特产。有的人说觉得像香茅的味道，有的人笑说觉得像迷迭香的香味，就看你自己去觉得。对对对，来，因为我觉得香味很够，香味很够，而且这皮蛋跟刺葱跟豆腐这三个刚好搭配，它是完全是可以 match 的，里面有个平凡的伟大。怎么说？吃出的香气很足，对，然后呢豆腐是软嫩的，对，然后呢皮蛋呢是 Q 弹的，但里面有一个脆香，就是花生，对。哇，那个是，这是我们山上溪里面的小鱼，石冰鱼。我们这边海拔最高是苦花，再来就一枝花，再来就石冰，这平地是溪哥。豆花，石冰没有啦，没有，不是豆花，不是豆花的。这个酱料也是我们自己特别调的，对，我们做法不一样，你们吃看看。很好吃，因为它炸的酥酥的，是是，然后完全没有果粉，有点酸酸的，是果醋吗？镇江醋啦，也就是放镇江，因为它的那个醋味跟一般的醋的醋味不太一样，是是，真的，香到不行，对，好好吃哦，因为整条鱼就可以克，整条可以吃下去，不能错失掉蒜头跟它之间的迸发出来的，对，它好像要串蒜头才好吃哎。但那个刺激感才强烈。发现我又开始摇了。对，我只要吃到好吃，我在摇头。逍遥的感觉。刚我吃的这个梅子猪肉，对，哇，很厉害，它是脆的。对。我最喜欢这个，中间带有一点肥的。那吃起来真的很过瘾。这个梅子也要试一下。过去要到那个仁子关中间有一个枫林口啊，那地方以前全部都是产种梅子。梅子，这跟糖醋排骨又有些许不一样。它的梅子，它的甘甜，那个酸度，我觉得是更舒服。因为这不是炸的哦。对，哎，这是慢慢去熬的。你看到我已经锁紧我的眉头了。它那个酸其实可以解掉很多腻，整个口感回复到一个状态，要重新接受其他的东西，就好像我们在喝茶的时候有一杯清口的一样。
它是有一个典故的，因为以前我在农场的时候，有一位士官长，那就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。朋友，那时候他们用这个东坡肉啊，他们那时候是用米酒去做的哈。米酒，哎对，啊后来他教我以后，我们把它改良成绍兴，对，用埔里出产绍兴酒，哎对对，地方菜这样。结果后来很不幸的，因为他在921地震啊，啊他被土石流给埋掉了，所以我们就纪念这个好朋友，我们就取名士官长三层肉，向士官长致敬。逝者已矣，如果真的走了，错失了在握住手的那个力量啊！但是我们活着的人，我们会继续的，希望把我们人生的价值能够淋漓尽致跟大家分享。那时候地震完哈，来这一排，这一排就只剩下这一栋，我们就进来。那那时候想说都没人，就给他住进来。不好意思跟房东说我们是方正股，不好意思说，为什么不好意思？因为我们以前做得很不错啊，但是没想到地震过后那么狼狈啊，出来外头，所以说。结果没想到房东一看呢，就认出我是方正股的啊，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农场都损坏掉了嘛，是啊，我说拜托他租给我，要不然没有几个房子了，找一个基地重新开始。就他说好了，就租给我。他说这么小你能发挥吗？我说那就试看看嘛，不做也不行啊，就这样子。没有想到，然后就在这里哈，跟我太太两个就开始坐下来。用我们最高的一种智慧了，要去研究出什么的菜色来。啊，最重要是我们名字取得很好，方正谷地方菜。那时候真的没有人做地方菜，这个菜好好吃哦，停不下来。它又非常下饭，酸的酸，甜的甜，嫩的嫩。我们以前农场是这样子哦，大家都在户外吃东西哦，很有规模的，对对，农会啦吼什么都在我们那边办活动。它这个是滑，有点是像橡皮艇哎，哎对，是水上设施啊，对对，下面都是鱼哦，他们在上面划船哦，在当时冷水的养殖场来讲，在台湾第二大，这样子就九二一地震一下就没有，对，一夜之间，就这个一夜之间，其实碰到过九二一地震的人哈，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不要一篮鸡蛋放在一起，凡事的话哈，都要稍微分散一点。他在灾后走到这里，过去的风光在这边，连说我们是方正股都不敢说，但是他竟然这么愿意可以。面对这个问题，然后从这边再站起来。对啊，老板，谢谢谢谢谢谢。Number Day， 谢谢。这块大地被撕裂了，但是呢，造成更多的情感的团结。开场的时候呢，在地母庙太阳星君那边我们拜了很久，但是我接下来要带你去见这个人，是要拜太阴星君的，因为呢，顺着月亮的光，他找到人生的出口，他找到了他的生命出口之后呢，他就发现他的甜美人生的另外一次的出发。这边就是爱兰，这边有个洗衣厂很出名。就在我们左边，现在看到你左边，这个，哎，精彩又菜够，啊，西山又准够，啊，你不讲，特别我欧北讲过多少，你阿不欧北讲又汉够，啊，卖安尼啦，那么是尽量要让大家欢喜。有话想要对你讲，不知通也唔通。噔噔啊噔。你那个 key 会不会太高？因为我家的钥匙都放比较高。你好，你好。OK， 哇，罗兄，罗兄，你好，你好，顺哥。我刚刚是不是有跟你讲甜美的滋味？对，你看他们幸福甜美的滋味。你怎么拿水果出来请我们？对啊，这么多颜色，好美的摆盘。其实啊，我们就是用我们埔里在地的一些食材，有没有？去把它做成巧克力，像那有机玫瑰啊、有机草莓、有机柠檬跟百香果。跟爱兰白酒，这个都是我们埔里的特产。应该从哪个县炒？我们先吃百香果，包心的，对不对？包内馅的，包内馅儿。那甜蜜的外衣里面裹了一层微酸，非常提醒你，必须好好活着的酸度。如果巧克力是一件衣服的话，满满的肌肉都裹在里面，强强的站着。有机玫瑰，对，有，来多吃几片。是真的可以吃的，真的，对，你看，
那我们正常的巧克力。哦，我们是把那个玫瑰花瓣，然后把它剁碎，扎在巧克力里面，里面可以吃到真的花瓣在里面。嗯，嗯，你看，我感觉像草莓呢。嗯，嗯，嗯，来，看，会有酒喷出来吗？它是做软馅的。软馅哦，对，它是软馅。感觉一下，吸一口。嗯，那你酒香味算蛮强烈的。对，白酒是我们普里的特产。为什么不考虑放点绍兴呢？有试过，但是白酒还会比较更合一点。对，比较大。因为绍兴算比较强烈一点。对，比较强烈。羊来了，嗯，草莓了。哎，狼来了，狼来了，羊没了，羊没了，人来了，狼逃了，狼逃，羊逃。嗯，哎呦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那个草莓超级芬芳，你没有吃到算可惜。你们两个一开始要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定是那种，嗯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先开始的？我你哦，你哦，在哪里发现？在美妆店，他是员工，然后我刚好去买东西这样子。那你找了半天美妆没有美到，把美娇娘娶美人美人娶回来了。对，我们交往了，今年是第13年，但还没结婚。对，我们今年打算结婚。哇哇哇！来来，恭喜恭喜！可能一人挑一颗，嗯，来你喂他。他挑巧克力，挑的草莓的要喂他，好幸福哎呦，满满的，早生贵子，而且一人一半，感情不会散。月亮的故事就在这里面，我们进来就会看得到。这边原本是我阿公养牛的牛舍，啊，我们把它改做巧克力店。月亮高高挂在那个地方，这个月球算是我的救命恩人。921当天的晚上，我其实是被活埋在，我住在二楼，但是我身上是被3楼、4楼压在身上。我当时就是去撞到头。撞到头就是在屋梁下来撞到，对，所以你有昏倒。对，其实我已经昏倒了，当我醒过来其实已经是半小时的事，我突然就觉得说，哎，怎么不能呼吸，然后对，然后身上越来越重，就是我觉得我连要喊救命我其实的力气都没有，我叫不出来。然后当时其实就是一直余震一直余震，我就哎就刚好裂了一缝，房子的铁筋裂了一缝，我看到月亮。嗯，然后你就想说啊，这应该是有一个地方了，就对，有透光了。其实看到光，他会觉得说，哎，我真的还活着。对。然后我的嘴巴其实都是泥土，就是沙，飞沙灰尘都在你脸上。然后我45度，我看上去，我看到就是月光。我心里想说，我一定要爬出去，如果没有爬出去，我身上其实每一分一秒都是越来越重。那时候多大？那时候16岁。身上有多少东西？你搬开多少东西？我其实是被密封的，但是我就慢慢搬。其实我扣的这样子。对，我一直扣。其实我身上其实在就像雷蚕一样，对对对对。其实缝隙也是慢慢把它拨开嘛。但是隔天就是爸爸回来，然后发现说，我竟然为什么可以从一个很小的地方挤出来，挤出来，对，不可思议，对，是完全是被月亮救了一命。当时的心念什么？外面其实就是不管是救护车的声音，大家一直在哭泣，非常杂乱的一个整个空间环境，对，都是在喊救命啊，或是哭着。当时我下来的时候，还有很多人在用手爬着自己的老家，一直在搬砖，一直在干嘛？说阿公还在里面，阿公。所以其实那时候是很混乱的。爬多久出来？我至少爬了1个小时。其实讲到现在，我还是鸡皮疙瘩，有没有？其实很多人都说，已经过了20几年，你为什么你还忘不掉？但是有时候晚上一睡觉或者遇到地震，其实你那种感觉就是那恐慌哦。对，那个烈士是重新再来一遍的。对，记得有一次那个101，那时候有掉一个天车下来，对，那一次。我在家里，我几乎把家人是连拖带拉这样子拉到门口。那因为我住二楼，我拉到那个第一个转角楼梯口的时候，他一直大叫说没有了，已经停了，已经停了。我说没有，你赶快出去就对了。你现在应该算梦魇了。所以为什么上次我在那个飞行伞上面，我自己也要打开我自己，我愿意去解锁。因为我们对于那种可能会发生灾难的事情，
我们是十分恐惧的。嗯，对。我会觉得我脚没有踩到地，我会觉得我在水里面并不是可以踩到池底的，我们都会恐惧，就是，哇，那种感觉排山倒海而来，会生怕又自己又被自己绑在那里。我从埔里回到台北，我在家一整年，永远是开着灯，然后没有睡房间，那当时家人说为什么不睡房间？我说这里离门口比较近，对你来说，把这一座月光放在那边，对你来说就是一种力量吗？对，我觉得是一个重生，其实是一把我们引导出来。嗯，对，这个其实我当时只有16岁，但是我当时就说，以后我创业，我想要找一颗月球灯，我把它挂起来，它是带领我，走出那种光明。所以我当时16岁，我就想要一颗月球灯。对。哦。我想要带你们来去看我一个秘密基地，好，一个可以秘密花园。啊，那种秘密基地就不要被未婚妻发现，不要带他去。啊，不然当他发现你任何一个秘密的时候，你都太鬼了哦。慢点啦，走。对，这边就是我的秘密基地。来，欢迎你。这个多肉它身上会有瘤，它其实会像高丽菜那么大，那么大，我真的哦，对，这个特别，这个也是特别种，对对对，然后它其实你看你摸看看，对，哎，它是真的是多肉哎，对，这个如果把它换大的盆子，它会一直长大，会，哎呦，你怎么会介绍植物的时候比介绍巧克力的时候更兴奋？因为那边可能是他老婆比较喜欢的，对对，所以才是他的秘密基地嘛。旁边这个就是泰斑，对，旁边泰斑龟，疫情期间的时候是好几千块，对对，分布的漂亮一点的是几万块。孙哥，你旁边那个叫卷卷鹿，会卷的鹿角蕨，啊，这种都大概市价多少？之前一颗都是要1-2万块哦，甚至更高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，对对对，特别小心哎。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变种的香蕉？金蕉，对，它是夏威夷香蕉，它是比较特别的，对，就白斑的香蕉。但从我的角度来看，这些有一点病变的，是大家喜欢的。对，这是到底是一种赏心悦目，还是一种对于病？病态的一种追崇，人都喜欢稀有动物，它你看它又有点类似像我们迷彩的感觉，对，所以大家就会开始喜欢这些东西。去年啊，其实是这颗最贵，对，好像是，对，这是什么种？它叫塔罗香蕉，在泰国像一颗要20万台币，哇。我要先炒巧克力，要炒巧克力哦，这40%的巧克力，这是75%的。目前我们的温度很高，我们就是要用大理石的温度去把它降温，降低口感会比较好。炒巧克力哦，而且拿这个煎盘吧，看起来很厉害。我有看过那种炒冰，有看过，对对对，哎呦，还有手势。那你该不会一开始是从铁板烧开始吧？炒铁板烧的那个学徒，是炒那个欧西莫里开始的哦。他把欧西莫里当成一只鸡，对对，然后再开始弄，对对对。它现在温度已经有降下，降下来了，对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再挂加在一起，对，因为这个里面它温度还是很高的，很高。然后它其实这样子温度就会降下来，差不多在31度，就是我们在吃巧克力，它的化口度、光泽度其实才是最好的。这个是有机的草莓。哦，如此漂亮啊！我们就拿着地头，我们就稍微再把它沾一下，然后我们让它滴一下，滴一下。这个是什么口味的巧克力？这是草莓，草莓，是草莓的。怎么样，香不香？它的好吃的这个指数是非常高的，对。哇，而且草莓现在的水分正好，然后那个草莓香非常浓郁，而且我觉得跟牛奶的这个巧克力很搭很搭，牛奶的香味很浓啊，好吃好吃。现在它已经凝固到一个状态了，我们可以创作了。哎呦，你看到你那么漂亮，会不会把人家喝喝一下起个草头？
自己作孽，自己承担了。这个白的要我洗啊，我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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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洗，他自动留下来，他还没有创作。小顺，为什么我们拿回家，老婆就说这是什么东东？起码是好吃的，你就给小孩子吃掉，当作没这回事。你那个鼻头粉刺是不是？完成。你要不要问我这个是什么？你对的，对的，是什么？有天使一定会有魔鬼，不是这个压了他就。真是谢谢罗哥。那因为他们家对面刚好广兴子寮，就在对面哦。兼顾之后，我们回来呢，把它包起来拿回去，就像人家这个这么漂亮一样。那我知道呢，这个罗兄他人很好，对，会帮我们换一盒比较漂亮。对对，没事。老板娘已经来这边坐了。欢迎欢迎，老板，欢迎小威、小顺，那是有威力又顺利。哦，谢谢，不错不错，谢谢。请坐，用下午茶是不是？是，这个是可以吃的紫，可以泡的紫茶。还有一个是刺葱，刺葱，我知道是刺葱了。对。很好吃。那因为我们农作物嘛，很容易就氧化掉。如果你把它加工变成一个干燥的东西，可以保持它的新鲜，也可以减少那个运输重量。紫泡茶呢，它也是用植物，像紫苏啊、茴香啊、加姜，有没有？它是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。我们可以自己创造纸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还有专业的老师带哈。有哦，因为我的可能看出我出塞的，出塞。我们开始来做纸张哈，用到的工具，这个叫竹帘，两边都可以用。好，这是抄纸架。我叫威廉，是是，对对。首先把竹帘放在抄纸架上，两侧要把它对整齐。对齐。OK。架子盖起来，是水槽里面这个是有纸浆水，翻均匀，搅和搅和，要搅均匀了，不然会有颗粒啊，会有颗粒。是什么树皮呢？像楚树皮或者椰树皮都可以。你有没有听过吗？楚河汉界，我有这个，我有听过，跟这个没有关系。好的，加几耶，来，好好，两侧抓紧，垂直下去，垂直下去，垂直，捞起来。哎，我看到，哦，这样豆浆哎，哦，左右前后。如果希望纸张厚一点的话，你要捞多一点哦。对，它甩起来那个水的那个涟漪，像田字一样的，知道吗？嗯，纤维互相组合起来就交叉，那就让它等它水分滴干一点，就成型了。嗯，右手拿，手心朝下。哦，一起来，手心朝下，接下来，那平放，对，盖上去。哦，要反盖哦。对，盖上去之后，我们要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分离。嗯哦哦，对不对？它会粘在上面。哦，那有啊。那如果分离怎么办？对对对，要推一下。压一下。哦，我有分离。前后前后推推点。好，慢慢撕起来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哇，你这样子就精准了。哦，孩子，孩子，这不是蛋卷，没有那么开心。哎，很感人哎，一张纸就这样呈现了。好，夹子合起来。啊！真的吗？啊！拜拜。所以要跟大家要小心，做纸不是这么容易的，有可能会夹到手。有没有自然造纸法？就是这样自然掉下去这种。试试看吧，全身一起动也可以哦。哦，是。对，左左来了。你会不会捞太多？到那个纸一公分，你超厚的啊！哦，你是有海啸的，不是屁股，这样比较有动感啊，是不是？但你手也要动，老师，你是不是头靠我屁股？对啊，这很有韵律哦。手心朝下，手心朝下，手心朝下。提起来，提起来。这个节目是没有拖鞋，要不然我就这样夯你，直接抬提起来。对，它会不会掉下来？不会，你放心。不会哦。好，左手接，左手接，抓着它。
好，盖过盖下去。对，盖上去。盖棺论定。来，但是你要掀这个时候，要看它有没有粘边。那如果眯一下啊，眯一下，眯一排，眯一排。前后推一下。前后推一下。这前后。对，前前后后推一下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下不来的话，可以给它泼一点水。泼一点水什么？双手泼水。你该不会等一下在我脸上做错话吧？请请。哦，你看这张纸张够厚。对，你看老师，我就喜欢做一点厚纸板的，更有质感。对，你回去就拿那个箱子写就好。哇哦，这张这个有点厚度，有点厚哦，很厚。好漂亮，好美哦。它已经像是一个地毯的感觉了。如果每一个人，你在一个生命中，不管你的结婚、书约或者什么，如果你是自己做一张纸的话，对，哎，这个很远很棒哎。你卖空气哦，哈。我正在运功。所以它其实抖不好的话，也会影响吗？会，会抖越久的话，就会有一块一块的块状。啊，没有。我刚刚给他这倒壶那个磨砂火夹，可以再下去一次吗？可以。汗味出来了，汗味出来了。哎，就一抓呀！你看，你拉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你发生什么事？他怎么会有已经有皱褶感？因为第二次。因为第二次。对，要把它洗干净，然后才做第二次。嗯，来，你来，你别睡觉。因为纸张它的每一款纸都有自己的配方，这一次就感觉不错。对，哎呦，拿起来之后，慢慢挪到这里，它的纸好像快要破掉了，可以，真的变形，因为今天两位主持人做的纸很漂亮，老师等一下，老师等一下，比较紧。你认真看这张纸，再讲你刚刚讲的话。看着他。老师，这张的是不是艺术感比较高？各有特色。我这边准备这么多要吃的，是？给你们玩一个游戏。玩什么游戏呢？猜看看哪些可以造纸的，哪些不能造纸的。我以为要煮汤的是哪一些？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走农作物剩余物，嗯，啊，能够回收是，也是一种资源再生的利用。我们现在猜哪一种不能做？这个是玫瑰，这个是白好看的，不是啦，不是。那这个是香灰，这是土，因为纸在可以做整面的，这应该可以做纸。我觉得土不行，好吧，那就土，你也是土，这个土应该两个都找，已经一个同样，再找一个。再找一个，还有哦，喂，你现在做多少遍？你们两个为难哦，拜托喂。那我找海带好了。那我选香蕉了。嗯，这个土它可以染色，造纸里面会用到它，萃取它的颜色染在纸上面，那个叫矿物染。所以这个是用得到的。那海带我们也知道，我们有做那个海苔啊。对啊，因为它的纤维是非常丰富的。对，所以这个是可以造纸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要烙晒啊。啊，香蕉因为它是淀粉，所以呢，它一般来讲是不适合造纸，因为纸是要有纤维。所以你答对了。耶！菜头跟地瓜都可以就不行了，地瓜是淀粉，两个都不行，它都是属于淀粉类的。OK OK， 好，我等于我输了，他还有猜到一个。没有，因为他刚刚纸做的很漂亮，漂亮，所以在这一关里面的不相上下，两个人的酣味极重，那就平分，平分就是。那要写什么呢？我们先稍微跟观众分享一下好了。我觉得我要重回到埔里，然后呢，观音瀑布那个地方是曾经我一个生离死别的一个关键点。然后我跟我的导演好友说几句话，然后在那边做一个把心里面那个结解开。我曾经在南投发生过一些很浪荡的事迹，当然就是在南投高中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我想说写一些话，然后跟这个南投高中是聊表一下歉意。挑笔了，来，你选。对我来说，每一支笔都是一样的。听很多长辈讲，这不挑纸，不挑笔，不挑空间，不挑墨，只挑心情如何。哎，你有在草稿呢？没有，我想放在旁边，怕我有些字不会写。
准备呢要去那个重点去跟过去和解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找一个好好的地方，是躺下来，这生理、心理、内在、外在全部整理一遍。好，我要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，大宝哥，大宝哥，欢迎哥，欢迎欢迎哥，感觉对，就真的是大宝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今天比较晚了，在白天的时候，我们这里其实蛮多漂亮的风景，有空的话，早上我们也再起来逛一下。因为我们景色大概是哪一些？我们这边的话，主要是以石雕作品为主的一个度假村。就是林渊大师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是未完食的，我知道的。是，当然，来我们的度假村最主要就是还有那个芬多精，沿路上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个树，是树跟花花草草的。这是那个五叶松，五叶松，对，五叶松是。五叶松这么大一颗，是，那个价值不菲啊。而且我们主要都是主打这种小木屋，对，都是小木屋为主。小木屋就是有种幸福的感觉。我们的房间到了哈，哇，如此的宽敞。你真的是忙了一整天，看到床呢，双腿自动啊，很弹呢，舒服啦，是啊，放的整间都是那个芬多精，小木屋都是原木的，对，都是原木的。因为你们今天跑了一整天的行程，辛苦了，那我们有一个水疗 SPA 的设施，你们等一下一定要去尝试一下，这么舒服。我觉得我好久没有提那种提笔，对，正笔提书，对，然后在你旁边，然后突然间感染到那种能量。对我来说，纸是一个舞台，笔是一个舞者，行走之处，就像他专业的舞步一样，对，其实他跟他的过去所有的学习，所有的经历都有着息息相关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我写得很慢。对。我想起了当年的那个画面。想起了当时内心的那个混乱。我有写到你，说我们两个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跟任务，我们必须要用镜头，透过我们的节目，告诉大家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美好。我们把过去一些未完成的任务，我们去一一把它完成。挂念与歉呐，就内心里面那个抱歉，无法说尽。我们一起洗手。OK。好，要潜下去了。好，要看谁。OK， 一气闭了九，没问题。一二三，我已经学聪明了。学聪明了。一二三，其实我在整个过程当中，我再看看你有没有进步。我成长了，我成长。你所有的警戒线是不是拉得很准确？对对。哦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好。然后呢？但是泡一泡，我们把今天的所有我们过去的这些粉尘全部洗了。然后呢？没有。明天呢，去接受了这个新的一个解套。对，因为呢，小时候你在这边继续泡一下。好。我等一下，我过去那边。不是，因为我的比较脏污比较脏。
再次回到这条埔雾公路上，好像有很多浮光掠影，因为当年呢花了很多的力气从山里面走出来，对，我们从那个红乡，到这边的时候就等于是两个晚上，但是当你再次从这里再走回去却花了23年。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，自己跟自己也聊过很多天，自己跟老天爷也说过很多话，但是因为你要面对他，对，你必然就要回到原点。大家有时候常说放下放下，确实放不下，但这个反而真的有认真去面对或是理解跟自己对话的时候，才真的有机会继续昂首阔步的往下一步走。今天呢真的要勇敢的来面对的一切，这个重生你再生的力量，谢谢威哥，没问题，陪我走这一段路。再次回到这个原点，对，当时所有的画面，都还在。那时候就是在整个事件大概在这个发生，就在这个山头，然后呢，我们从那边慢慢爬过来，这边的所有的落石是满满的堆到河里面去的，因为它整座山原来呢后面会更高一点，但是呢在地震的时候，它是把所有的走山全部都刷下来，所以当时这边就是一个45度，然后呢，我们从那边。那个转角那边爬过那个土丘，然后就慢慢就往这边，然后刚好到这个桥头这边，对，那个6.8级的地震，哗，等于你们是被甩出来，甩出来的。那我滑到这个桥头这边来的时候，我回头没有看到人，那看到摄影师，那时候你们是一群人，我们三个人，因为我们其他人就先留在屋舍，那三个人就是想办法要出来求救，对，然后走到这边。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在走，然后我就来这边桥这边，就喊救命，因为我回头已经看不到导演了，然后摄影师在比较下面，然后他身上有个袋子，录影带，就是掉了，他整个把那个机器拿起来，继续拍，然后他那个视窗已经不见了，他想说他要完成这个工作，很重要的那位导演，然后甚至导演就没有回到。跟你们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上了。那时候是还有你跑到桥头还是？我在这边喊救命。因为对面有几户农家，然后就有两个朋友跑过来。跑过来然后帮忙呢，把导演带下来。是一种遗憾吧？对，因为是一种是人生很大的遗憾的。我们失去了一个好朋友。但今天回到这个地方来，我要把昨天的那一个，昨天在职场写的那些话，今天在这边把它念一念，等于我希望他能接到，他能听到，我这事情也已经过了20多年，挂念与歉啊，就内心里面那个抱歉，无法说尽，我希望以最诚挚的祈祷，默念，满心的祝福，莫论现在导演你在何处。你皆可以收到我所寄出的这个心念，我的心是感恩的，是遗憾的，是歉意的，但是我一定会做得更好，我一定要做好。那一年的苦难跟灾祸，您身体的疼痛，希望随着这个光阴逝去，新的生命的任务已经来到了。我将与威廉继续跨步迈进，让收视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满满的收获。以上，任你年，隆冬普里。孝顺，他要典礼的那一天，对，因为早上很早6、7点，我睡在沙发上，我躺在那里，其实整夜没有睡好，但是最后出现了一个画面，我看到导演穿着我们的野战鞋，穿着我们那套服装，然后背着他的背包背起来，然后回头跟我讲。顺哥没事了，然后他跳起来。你说那时候梦到他，对，这个画面，他等于也在跟你道别，所以其实当下他
就已经跟你说没事没事啊，对。但是没事的事是我们自己衍生出来那个多事的事，嗯，内心里面没有那么好平复。谢谢，小顺，你很棒的。哎，干得好。好，我今天我觉得我回来了，我要再出发。哎，干得好。高中的时候呢，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就是念南投高中，打架闹事、把妹、翘课。我觉得哦，就是心情上要平复一下，然后还是要缓一缓呐，要缓一缓呐，啊，不然哦，我这个也紧张，去那边说不定也遇到当年的仇家还是什么。因为这间呢也是很棒的一间店，然后那个年轻人，你看在那边擦桌子装忙有没有？对对，他不是啊，超级香啊，超级香。老板叫艺林是不是？对，艺林。艺林你好，你好。有。那我们是艺人，我带大牌艺人来，然后吃吃你们家的油饭。而且他是二代，但因为他跟他爸爸，好像是他爸爸传给他，他本来他一生的志愿呢，本来想说自己没有想要做油饭，对，没有想要做餐饮业。为什么？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小时候翻倒了，那为什么后来又都回来了？因为工作不顺利啊。因为我爸从小时候就开始在做餐饮业，他跟他学是最快的啦，他不会唱播，对对，就是他会一心一力教。因为一开始是跟就半骗爸爸，就说他其实要来做啊，但不敢跟爸爸说。他说什么他自己吃。一开始可能就是你很有个性，跟你老爸说。不要走啊！哎，不要走。但是有一天真的是走投无路要回家了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而且爸爸就在里面。你跟你爸之间有没有说过谢谢哦？阿弟，还没了，都没有。真的？哎，你爸坐在里面的。哎，阿贝，爸现在几岁？来，哇，阿贝跟你开杠姐。哦，爸爸你好，你好。还要加勇敢，你好你好。谢谢。啊，今麦咱古在做油饭。有。啊，我是听到你的故事讲吼，较早恁后生吼，你知影你做食的吼，看到迄点油汤吼，头尾拢冷去，无要接。我讲一句较卖甲咱袂，人就讲我无一个这后生咧。啊，你恁老爸啊，你生这后生这大长，讲敢那无这个后生啦。都唔捌看到人行这么油汤啊。囡仔就是安尼啦，走头无路去哦，脚去哦，砖啊断断掉，都断来啊。无啦，火烧着脚底。火烧脚就脚后底啦。啊，但是我知伊个个性不灵个咧，断来啊，把你头乌呀。无啦，真心甲。做过啦，你爸也是有在帮你保留面子呢。对啦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利。对啊，我太太说，不然我们来卖油饭。嗯，那我们就跟我爸讲说，叫他做给我们看。嗯，那后来我们就去市集卖。嗯，那我每天早上就可能7点，嗯，就从南投开车去我老婆他们家，在西湖。嗯，那就7点出门，5点回来，嗯，就这样子吃，啊，都不敢让他知道。听讲你知影了后，骑我都嘛骑足远的，去甲看。即个无法拢家己甲布袋，家甲布袋，家去布袋从啥？去看布袋，为南投骑去家己布袋。第一次老爸去看你，有感动吗？你有没有吓一跳？蛮感动啊，可是他都只来5分钟就走了。嗯，啊，行了，这个胸襟就要看啥？是啦，我都惊伊做工作无用啊，不要打扰。这个老爸多难为。对对，第一个要顾儿子的面子，第二个又怕叨扰到他。啊，今晚跟我来做不？我有啊，我过来做啥？我伫后边路那边。来先小食铺啊，小食铺，啊，未排骨饭，未烤肉饭，猪肉饭啊。
工我一点不管，嗯，工破无得钱，对对对，但是爸爸愿意用时间哦。啊，你自己这样子做吃，开始做这样也多久了？4年多了。那你有觉得你的厨艺比爸爸厉害吗？嗯，比较稳定一点，比较稳定。哎呦，给你卤嫩，给你讲爸。啊，无你吼，甲我教一遍吼。无，拢无。咩，伊都讲叫我做好看咧。啊，我就做好看啦。安尼袂使啦，安尼袂使，你若袂使吼，安袂两打。哎，袂两打靠打啦，你若袂一打吼，哎，抓，哎，抓，抓到规哦，会叫骂。今仔日你老爸就是你的正师傅，迄个感恩、感激袂使减少。来，感谢一下。根本谢谢，哇！阿里不讲，阿里不讲，哎呦，烂姐，哎呦，烂棒，耶！谢谢，哦，爸爸感动哦，爸爸好感动哦，哇！哇！这精彩，这澎湃啊！哦，这个是猪排，嗯。空吧，对，蒜片，因为我们之前都是放蒜片花生，那有客人会，他就想要单买蒜片。哇，这鸡就有区别，他在马博加油门口有专门就蒜片的。哇，里面那个麻油香，有麻油香吗？我们那个是纯麻油，麻油都是麻油加蛋。哦。我刚刚深呼吸一口，对，直奔我的那中枢神经，因为它的麻油香哦，淡淡一层铺在上面，感觉不没油。糯米啊，应该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糯米的粘性有够够的，是彰化的长糯米。哦，它好好吃哦，你的香菇也很厉害，拿捏得当。对，那香菇的爆发之后，那个香味真的很浓郁。哎呦喂呀！把那肉都很多，太好吃了。嗯，不油不腻，刚好长啊，它 Q， 安尼都在，没什么秘方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嗯，自然的啦，自然的风味。你们卤排骨也很好吃哎。排骨不输北部排骨，嗯，一定的啦，咱不是要来变兄弟啊，啊，就是吃到咱讲什么人较厉害啊，嗯，哦，这菜头汤，嗯，看起来这么简单，真的是也是甜到一个心里面去，哎他妈冲个家炒哎哦，哎跟他瓜帮跟他压炒嘞，啊你有什么感觉？哎，无啦，差不多人少年的吼，人伊的喜欢。跟咱情况不同。啊，你本来是讲要甲北北吃啦。没啦，我开胃哦。钱开了，搁北条面晒啦。你干啥？你不知道有开机吗？其实这样子也还不错，因为有一些客人会坐在外面，他就是他跟车子过去，他还有一些隐私感。哦，对。这里呢，其实我有一点陌生了。高中的时候呢，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，其实就是念南投高中，在这里哦，打架闹事、把妹，反正然后翘课，打那时候流行打，包台啊或什么。对，哇，那去听起来时间不长，但是故事蛮多的，蛮多的，蛮多，而且哇，真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哎。然后对，因为来到这个转角呢，哇，回忆整个。冲出来，因为这一栋建筑物，这个是宿舍，是我当年的宿舍。哎呦喂呀，哇，怎么都变成这样了？其实上面还有那个铁丝网。对啊，弄得像那个。我那时候住二楼，然后一楼大部分是学长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铁窗厉害了。是，那时候我们就研发出那个铁窗，不是有螺丝吗？对。晚上的时候，你出去打打撞球，吃吃宵夜，算是很正常嘛。因为热闹的街就在这。对对对，内心里面就哇，越铁丝网。对，我们就把那个螺丝给它转开，啊，那个可以把那个铁窗呢
其实可以把它推出去，然后你就可以，你看它不是有时候有几个洞？对，你看就是我们弄的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就这样子钻出去。这根电线杆对我来说蛮重要，因为这根电线杆也有故事。我不是说我打架，然后那时候就出了很大的 trouble， 因为有同学受伤了嘛，那当然就被记了大过啊，然后还有一些警告跟小过，然后被绑在这个电线杆上面。嗯，也不是，是我觉得那个是因为我爸就来了，就骑着摩托车就来学校，从大肚骑到这里。对，有一次的晚上，他就觉得说啊，跟我说你要回大肚，那我们来聊聊。他就这样子从大肚载我回来，就这样子骑摩托，骑了应该我觉得有快两个小时吧。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短距离的 man's talk。对。嗯，你就坐在你老爸后面。对，然后我的口袋呢，会我爸骑摩托车他是这样，他其实是一个温暖的人，他会都会把手都放在我的口袋里面，就是叫我放在他口袋里面。啊，因为都是骑单杠骑，然后哐哐哐，他都骑那个单杠很正，骑打挡的，然后哐哐哐哐，然后说就到了嘛。我说爸搞，我就跟他讲说，爸，卡板起来，然后他还骂我。什么卡板起来，还是讲叫人走，还是卡卡板的？卡卡板的啦。因为已经很，我想说把爱龟诱困掉。那边我吃一支烟，就在这个那个晚上，有点昏暗嘛。他就坐在他的摩托车上，突然就抽一根烟，他说我吃一支烟就来走。这两个小时从大肚一直骑到这里来，应该你有很多感触。你说他真的跟我讲了什么？路程当中，我听不清楚，也风声大什么的。但他在这里的那个背影，在我生命中就深深的烙印之下。那后来回过头，我去思考说，我爸帮我做这个转学的决定，好像深深的影响我这一刻的人生。我觉得当一个爸爸的责任是一定是不小的。对，这个家的未来就这一次支柱，他如何让他更巩固？所以那个十字路口上，我很感谢他，他可能就是我生命中一个贵人。可能当下我不知道，但回过头我转身再看那个十字路口，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其实是非常感谢他的。好，我们来跟你老爸搭着你老爸肩膀。这是你老爸的肩膀，老爸已经不在了，但是肩膀还在。对，他就像个路灯，束守着你，那一盏明灯，没有让你走错路。对，爸，我大汉了，是，下次你要当别人的灯了。对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去学校吧。其实为什么会念南投高中呢？单纯是因为我妈就是刘世坚又来了，她不想让我念私立。那当然来到这里就是说，突然间就开始可以放飞自我。哦，大门口，哇塞，哇！现在心跳有加快吗？有一点些许的紧张啊。我跟你讲，以前的可能得罪了哪一位同学，他可能冲出来。我觉得现在你背负的责任很重大，对对。那现在就背对着校门口，你要下定决心，去好好做人。你想这样对对对对。那你的稿子呢？我跟他在。我廖逸盈跟南投高中说声抱歉，因当年生龙活虎、身强体壮、打架闹事，让同学受伤，和穿咔啦咔啦的皮鞋被罚站，所以父亲大人看不下去，因而转学。就此本人痛改前非，卧薪尝胆，才有今日，再度回到头中，深表歉意，希望得到原谅，祝新年快乐。你是发自内心的吗？对对对对。你记得我吗？是老师吗？老师，好久不见了。老师，想念你啊！这是我的大树，这是我的老师，我有点忘记名，但是因为他的那个样子，然后对，因为我只念一下下而已，但老师非常的喜欢我，真的，他很喜欢我的文笔。你的文笔，对对，我刚刚看起来很烂。不会，他有一篇作文我还记得。有真的有记得。他是我们的国文老师，然后也是我的班导师。那老师对他有什么印象？那篇文章写的什么？
首先意淫是我们班的康乐股长，我们班很多事情都交给意淫。此外，班上谁吵架啊，谁跟谁不好啊，我一样都交给意淫，所以他是我的左右手。当他离开，我好像少了一只手。哎呦，老师，一直想念吗？对，那篇作文我隐约记得，是对你最有意义的一个号码。号码，有些人可能是觉得幸运的七号。哇，老师，这个题目很有哲学。我记得好像是十几号，应该是22号。他每次抽奖，他就算不中，他也会继续坚持选22号，尽管绕远路还要走路回家，他也要搭22号公车。22号是我那时候喜欢女生的一个数字，马子狗，马子狗，专情浪漫啊！对，我们班唯一的班队嘛，是这样的。不过在这边短短一年不到就恋爱了。我很容易啊，很容易，因为南投这个埔里都出美女。顺个过目奖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你的成绩。国文65分，英文51分，数学60分，历史68分，好烂啊！怎么这么烂啊？英文听讲50分，体育成绩有90分了。哦，对，那就好了，那就好了。学业成绩总平均65.3，好烂。当初的那个打架事件，其实内容是什么？据我所知，是有人在我们班类似就是挑衅，对，这样的事。是，其实另外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姓潘，威廉是挺身而出，哦，等于仗义出拳了，身体又好，可能正义之师啊。对，他当时就汉超这么好了吗？哎，真的，身手蛮好的。老师，那收啊，对，那个文字是打算想说有点小耍宝一下。但我想说，文笔还是一样的好，还是一样，还是真情流露。我只要签真名，就代表是我个人认真的，是认真的，对，是的，是感受得到的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感谢你啦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先让我环顾四周。好了，这是我青春的岁月，真的，我非常非常感动，因为。造成老师们的一些困扰是我自己一生最抱歉的，还好是他来接受我的悔过书，因为其实我要最要跟这个老师说不好意思的也是他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传说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！